为防治毒品危害市民身心，新北警局于今日上午将110年下半年采取没入的第三、四级毒品 70.7 公斤运送至新店垃圾焚化厂进行销毁，透过公开毒品销毁，再次强调全力打击毒品绝不松懈的信念，展现新北警弃毒护台的决心。记者蔡秀慧，新北报道。